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毛的话，我在绍兴，我在绍兴的上虞，我在逛街，然后肚子有点饿，我准备去搞点中饭吃下。我们在这附近看有没有吃的东西，这边商场比较多。我们过马路看，看这附近哪里有吃的，我们走，就这边吧。我看这边有个灯塔一样东西。感觉这里面可能吃的比较多，我们等一下车去前面看一下。这是一个钟，是一个塔。我往它后面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吃饭的地方。我们往前走看一下，这里不过卖手机的店好像比较多。我往前走。我好像看到前面有一点火锅，还有些火锅店，还有韩国料理什么的。我们再往前走看一下，这里有游乐场，很多朋友们在玩蹦蹦床。我们就不玩了，我们去搞点东西吃下，这个比较重要，肚子比较饿。这里好像吃饭地方比较多，我们往前走，看一下有没有小店，搞点东西吃下。这边是一个小巷子，有很高的楼，风比较大，不能阻止我们搞点东西吃呀。我准备到这条街看一下，里面有什么好吃的。走，这边好像是理发店比较多，有吃饭地方吗？看一下，这里有一个茶餐厅，还有什么什么工作室，麻辣烫。小吃店好像比较黑，房屋出租了。我们再往前看一下，这里有个豆腐年糕，有什么说法吗？好像不是很合我胃口。我再往前走看一下，这里还有什么吃的吗？串串香，好像。没有什么特别厉害的东西啊，这边。哎，这里有个螺蛳粉，我们搞点螺蛳粉吃。走。还能加什么？酸笋吗？加点腐竹酸笋吗？这个就是我点的螺蛳粉了，非常丰盛，看上去东西非常多，开吃吧。
都已经吃完了，太辣了这个东西，辣死我了。这个的价格是31块钱，这一碗螺蛳粉31块钱，还不是很便宜价格。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我太辣了，我得搞点东西喝呀，搞点饮料喝一下，真的太辣了这个东西。我只选了一个微辣的，但没想到它是辣的。我去旁边看有没有饮料喝一下，受不了了。我们在附近找一下能不能搞点饮料喝一下，太辣了这个东西，下次不能让它讲了，太夸张了。我们找点饮料喝一下。我们就走到这边，这些朋友们还在捞鱼。我决定到这个对面购物中心去看一下，因为这边好像全是些卖手机的，没什么饮料喝。这边有一些车，看上去很好玩的样子。我们一会儿要不喝完饮料过来玩一下。现在我们要去搞点饮料喝一下。走，这有个红绿灯，我们等一下。好了，红绿灯已经结束了。我们走过去，没有什么技术难点。我们往前面走，看一下这边有喝的没？看一下，这辆车挺多的，都停在这边，不知道这边有没有停车位。不管它了，我们往前走。这边还有一个哈根达斯，算了，不进去了，这个还比较贵。我们再往前走一下，前面看有没有便宜点。这边有个喜茶。还有一个星巴克，我感觉，看这个喜茶比较便宜，至少应该比这星巴克便宜。我准备去搞个喜茶喝一下，就这里，走你，我们走。好了，我们已经搞到喜茶了，我们准备尝一下。一般，味道一般。这是什么茶？这是金凤茶王。名字很厉害，但是味道真的是比较一般，这味道比较一般。这个茶22块钱，我觉得味道一般，跟5块钱的差的就很大。凑合喝，跟我们口比较可能一样。辣。我们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